专业的 KN95 标准的话，一个包装方式，速度是60到150可调啊，干净里的那个湿度，摆放湿度。三副包装机，打3367，排气效果非常好，看没有，都没有气体的。因为很多人买包装机忽略了，我们的袋子设定多长，掰出来包出来排气多好，才能装到盒子里面去。很多人忽略这个问题。现在我们装下盒子，拿10个，啊，拿过来10个，我们装下盒子，停机，来。赶紧，小姨拿过来10个，啊，标准的盒子，出口盒子，长18.5 ，OK， 宽12，高6.5 ，OK， 拿10个，数10个，放进去，看能不能装下盒子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装到盒子里面，看能不能装进去哈。排气你看效果非常好，看能不能装进去。很多人买回去的包装机啊，带长设置的太长了，装不进去，排气效果也不好，导致盒子都浪费了。啊，从头到尾一条龙把你解决掉，啊，非常好效果。